殿下，姑娘不见了，王族之女身也不见踪迹，若是传出去有损声誉，奴婢不敢声张，只能来寻殿下。你不用慌，在王府是不会有事的。 为什么来苍树楼啊？想家了。你的师兄和师姐们一直把王府当成自己的家，虽然他们嘴上叫我师父，但都是以家人相处，你不用这么拘谨。 平时我在王府里住的时间不是特别久，过去我不在王府的时候，藏书楼的门都是锁上的。既然你喜欢，以后这把钥匙就留给你了，就当做今日的拜师礼了。 忘记我白天说了什么了，不必多礼。 快回去休息吧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